这个网给它捞起来，因为卡在里面了，卡在石缝里面了。然后的这个长工具，这里下去还挺有点危险。一条是那个生蚝，被困在笼子里面。那这个黑面还挺大的嘞。现在长太短了，伸不到那个卡住的地方。扫把，那个扫把也不够长啊，扫把也不够长。因为这下面还是水，所以我下不去。把镜头给拉到那个水面拍下去，那水啊还很深的，那个水，而且这里很多石头，下去的话被卡住的话很危险，随时会出意外的。
那个长不够长，不够长，根本就捞不到。要去拿扫把，那那个扫把也长不了多少，长一点点而已。希望那个扫把能够解决。希望扫把的长度能够解决，但是扫把的力量不够。稍微长一点点而已啦，但是用力不好用啊，这是这个用力不好用，不太好用力，因为呢刚刚退完潮不是很久啊，它那个这里的石头还是很湿，所以要很小心。下去那个水淹到水鞋里面就很危险，人会沉下去的，所以绝对不能够下到那个海里面去穿着水鞋啊。穿水鞋你下去的话呢，水进去以后人就会沉下去。虽然我穿了他的救生衣，但是也是有风险啊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。
是不够长，尽管我已经下去一点了，
前面这里的卡石头，中间那里用卡的，在中间位置那里用卡的。抓紧时间了，因为马上就要涨潮了。因为我担心这个石头会绳子会甩出来，所以的话呢，我绑的特别多，绑的那个时间特别多。捡起来也比较慢，好吧，可以把石头捡出来了。这里有一条鱼，三毛，沙毛啊，不是三毛，沙毛，有毒的神经毒素的沙毛鱼。扔到外面去，刚刚北北拉的时候，从那边拉的话，比较容易拉出来。那边有点卡，那边也卡，那边有点卡，把它扔到外面去。尝试一下去拉，看拉不拉得出来。
那一桶另外一桶还是卡死。
这样风浪打的时候，常常会把绳子打折。这里大潮汐的时候啊，浪很大的，风大浪大的。大家看看啊，哎呀，哇，不止一只螃蟹，有两只，一只小小的，哇，这只小小的还有那个什么嘞，有高的嘞，很小很小，有一只很小很小的，这一只有高的，这只小的要放生，然后这条是沙毛，这条沙毛鱼还挺大的嘞，还可以，还比较大。叫沙毛鱼，然后这边有一条黑鳊鱼，这条黑鳊鱼大概二两多吧，二两多，不大不小了。然后还有一条沙毛鱼，也是有毒的沙毛鱼。然后就一只石蟹，这石蟹也不大了，石蟹最多二两不到的。啊，今天我的战利品，哈哈哈。哎呀，满身大汗了，可是从这里下去放的。哎呀，这里是有收获了，只是不值得，太冒险。还有呢，就是太累了，这样捞，因为它那下面有很多石头卡在那个这个叫石种的旁边啊，所以的话。浪一冲，这石头就会卡在这个石缝里边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在这样的环境来去捕捞，自己累又有风险，虽然是收获肯定会有，
那也不是很大，就是那三条鱼啊，两只小螃蟹而已，所以我还是会看看怎么样选择另外的位置，这个位置不值得，不值得。哇，这条片已经30多分钟了，那么希望大家啊，如果住在海边或者说有兴趣捕捞螃蟹的朋友的话呢，可以作为这条视频作为参考了，有哪些地方值得选择，最好的是选择一些平坦一点的，像那边沙滩可以下去放在沙滩上面，等那个涨潮，然后等到第二天退潮的时候才去收。不过呢，你要有一个心理预期，就有可能会被人家收走，所以放在这些比较隐秘还有比较没那么安全的地方的话呢，这个不写网它就会安全，虽然你不怎么安全，但它会很安全，因为一般的人他也不会下去，也不敢下去。好，见证一下我们的这个战利品，然后就结束这一条视频，是不是很有趣啊？啊，今天晚上又有海鱼，野生新鲜的海鱼还有螃蟹吃了，你想不想吃啊？想吃的话自己劳作了，自己劳动了啊。如果你在通宵的话呢，我还可以请你吃，但是你不在通宵没办法，除非你过来找我咯，是不是啊？过来找我的话呢，我会热情招呼你的啦，会用海鲜海货热情招呼你。好，我们这条视频到这里为止了，谢谢收看。可爱的大洋，可爱的大海洋，可爱的海洋，可爱的大海啊，再见，感谢你，感恩。